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神牛新品 LED 聚光灯 S30。 这款灯有一个变焦的功能，可以调节光斑的大小。得益于我们在灯头使用了两片光学玻璃的非球面镜，我们可以控制光斑的中心到边缘的色差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。后面我们有一个调焦旋钮，可以控制光斑的大小。我们顺时针可以调小光斑，逆时针调大光斑。我们这一款聚光灯，我们标配一个八叶打光板。我们先把卡扣拉到旁边，把八叶板装到卡槽，卡扣归回原位，锁定。八叶打光板，我们可以更精确的控制光斑的大小、形状和范围。为了配合 S30 的附件有更完美的光学表现，我们在投影筒内也内置了两片非球面镜，以达到更加聚光的一个效果。这个是标配的85的镜头，这个是60的广角，这个是150的长焦。我们现在安装投影器，先把灯头上的卡扣拉开，对着这个卡槽装到灯头上面，卡扣归位，锁定。我们先使用标配的85镜头，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镜头的位置，增强聚光的效果。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亮度旋钮改变光斑的明暗。这个是60的广角镜头，我们现在换上150的长焦镜头试一下。我们先插上光缆，可以调节光斑的大小，实现点光源的效果。我们可以通过将各种图案的投影片插到投影片座上面，实现各种投影的图案。不同的背景图案，我们可以通过挡光片来调节各种投影的形状。我们把挡光片插到投影器的插槽里面，我们通过调节挡光片的位置调节各种形状。这个是减光纱网，在不改变光线密度的情况下，通过减光纱网减弱光线，还可以叠加使用，达到不同程度的减光效果。这是 S30 的柔光箱 SA-30，它能使 S30 发出的光线更柔和，它广泛应用于人像摄影、微电影、Vlog 等等。